好莱坞最负盛名的四位女星，这个美貌动人，你被谁惊艳到了？一，格蕾斯·凯利。格蕾斯·凯利从奥斯卡影后蜕变为摩纳哥王妃，一颦一笑尽显端庄高雅。她用辉煌的一生书写一个完美的童话。正如电影《摩纳哥王妃》台词所说，她的人生之所以被描绘为童话，是因为她确实是童话。二，伊丽莎白·泰勒。伊丽莎白·泰勒是世界上的头号美人，好莱坞演技派的超级巨星，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。她拥有高贵的气质，完美的外表，一双紫色瞳孔的眼睛散发着紫罗兰的光芒，令人惊艳。三，玛丽莲·梦露。玛丽莲·梦露，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，金发、碧眼、红唇、美人痣都让她成为性感的代名词。她的一颦一笑尽显风情万种，一跃成为全世界的梦中情人。四，海蒂·拉玛。海蒂·拉玛，上世纪好莱坞著名女星，完美的容貌，高雅的气质，简直就是上帝的杰作，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人们惊艳海蒂·拉玛那无与伦比的美貌，同时也感叹佳人成为最美的科学发明家。她是 Y 花之母，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